Leo 聊世界，天天都更新。大家好，我是 Leo。今天来看乔治亚人对上西班牙人，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。好，先来看一下大约出生点位9点方向的蓝色玩家是乔治亚人哦。那乔治亚人的特色是他的强化教堂可以让这个九格半径内可以获得 10% 的工作效率，而且乔治亚人的保兵呢莫纳斯帕可以获得这个群体的增伤效果。哦，每7只莫纳斯帕都可以增加1点伤害啊，还有这个骑士也可以，所以乔治亚人算是一个抱团骑兵文明，再加上他后期的阿兹诺骑兵，可以让这个马弓跟骑士的人口再减少 15%， 所以他这个后期的人口就会再下降一些些，出更多的骑兵哦。那乔治亚人他最大的问题哦，有可能是在城堡时代出来之前哦，那个。这个保兵出来之前的问题啊，保兵能不能稳定产生出来是他的最大的课题。后面能够全部出来的话，而且如果对手没有转马弓或者是转枪兵的话，莫纳斯帕就会过得很舒服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Hera 这边文明了。Hera 这边是在出生点位4点方向选择了西班牙人。西班牙人特色，每研发一个科技石可以获得20黄金。而且西班牙人呢，他的兵工厂是不需要黄金的，只需要食物就可以研发，所以他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食物，到帝王时代转型大骆马或是游侠作为主战力，或是后期转僧侣也是 OK 的。那西班牙人他城堡时代大多还是打西班牙征服者自己的保兵单位，马上火枪兵机动性好，伤害性又高，缺点就是射击速度偏慢了一点。那后期西班牙人的垃圾兵呢都是全满的，3攻3防全都有啊，但是缺点就是没有任何的特殊能力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不算是缺点就是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地形啊。Hera 地形看起来前面有2块黄金，后面有一块啊，这里还有一块，两块黄金的位置都是偏外侧的，这很糟糕。但好消息是身为西班牙人哦，黄金是还好，但石头这边哦就很重要了，石头在里面很安全，主阵位置稍微防守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。你们稍微围过来，这里可以围到底，或者这里围过来也可以。好，好，那乔治亚这边的黄金看起来位置也是偏外侧的啊，两个地方都是偏外侧，算是蛮平衡的一场。但是它的主要石头在里面，但还好有块副石在后方。所以这张地图对于乔治亚来说算是一个很不错的，除了黄金以外，在黄金两边都有同样的问题，所以算是互相抵消掉了。好，目前看起来 Hera 的问题是要先升城堡时代吗？好，没有，先打封建。正常来说，现在不管是保兵厉害的文明啊，像是什么缅甸人啊，或者西班牙人啊，土耳其人啊，保兵啊，或者比较强的，或者是波西米亚这种文明啊，都是会先从封建时代一样是正常开局，城堡时代才有可能会去打这个波西米亚战车之类的啊。好，那现在 MBL 不是 MBL Hera 啊 ，Hera 哈扎里啊是想要上小围了，而不是这样长围啊，哇，那这样子就有点尴尬，后面的石头该怎么守呢？还是直接补 TC 防守就行了啊，这也是可以考虑的。那乔治亚这边是决定要围家，把家里给围好啊。好，那现在两边都没有大规模交战，而是稍微小打小闹。好，全部的兵力都死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呢？哦，打了一下，再往后拉一下。好，这里围死。封建时代来到了13分钟，两边都没有大动作，都是一个正常的开局模式。好，这一波 Hera 是有打赢的。哎，怎么还在打？哎，被摸到几下。好，乔治亚要靠这些骑兵撑到城堡时代。好，城堡时代点下了 ，Hera 这边补下了采石弓，这里总共有7只村民。好，两边时代差不多，只差了30秒左右而已。罗马终于要送光，枪兵在边拦截。
好，这里补下了射箭场，乔治亚看起来是要走马攻，马攻打 C 针，很不错的开局，因为人家要换子弹花比较多时间啊。哦，古早期的时候，这个火枪啊，这个是火神枪啊，换弹速度是非常慢的啊。但马这个弓箭呢，射完一发，直接从背后再抽个箭矢出来，哦，那就很快。那现在这个 Meta 来说呢，比较不太会出现这种三射箭场，而是双射箭场。那我们频道在一年多前哦，就在讲这个三射箭场最大的问题，就是虽然马弓成型快啊，但是很难开 TC 啊。双射箭场的话，产能可以稳定下来，而且不会有这个 TC 难开的问题啊，因为你可以省下更多的木头啊，光省175木头就差很多了，而且马弓后续的产能也不太容易会断掉，所以我一直觉得上城堡时代三射箭场其实有点多了，现在我觉得双射箭场还是比较好啊，只是当时的职业选手们都还是三个射箭场开局的还是比较多的。好，那现在产能上的问题已经问题不大 ，OK， 马弓数量慢慢稳定下来了。好，直接踩这个金矿啊，不要吧，直接送了一匹马。但是 Hera 被点掉了一村，西班牙征服者出来，他想要近距离开枪，因为不够距离不够近是没有办法射得到人的，因为会打得很歪。好，近距离开枪，贴近开射，躲不掉。好，来了这一波集结，跟踪技术也好了，有弹道学马弓才会射得赢，不然就是要拉近上高地。OK， 上高地，逼退回去，对吧？这边马弓对应细节还是拉得很好，一只西针都没死，反而是三只马弓已经倒地。好，有弹道学了，马弓打西针，但是现在有品种了。西班牙征服者现在数量慢慢成型起来，但是这里马弓的重点是要给对方更大压力。哎呦，马弓这里不能走掉哦，不然家里要破洞了。好，这里有弹道学，射落马很准，点西针，点落马，残血的先点掉。但是这个玩家马弓控的不是很好，哇，灰柔这边在吸箭死。OK， 他这边一直在送马弓哦，有点伤啊。好，黑拉这边用逼阵靠近往前，啊，对射，射了一发。好，马弓直接对射了吧，对射了吧，对射了吧，对射你会赢，不用太多操作，继续射，继续射，你会赢，你要相信自己。哎呀，这个延迟开火的马弓问题也是很大。好，但是至少把家里给守起来了。好， Hera 现在西征稍微被逼退回去，但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，要继续打还是 OK 的。乔治亚这边则是补了一个强化教堂，没有先开城镇中心，待会 TC 可以补这个位置。好，马弓来了，抓了一村两村三村没问题。哎呦，躲掉，再躲，再躲，难躲了吧？好，这里再来，这里一村可以拿下吗？差一点啊，死了四村。现在 NBL 不是 NBL，Hera 西征没有回救。这里两只肉马在探地图，有补修道院了吗？修道院还没有补下，现在木头有点缺乏，后面一直被马弓抓，好难受，死了七村。西班牙征服者反而没有地方可以抓村民，哎呦，抓到一村而已，但这个交换并不划算。 Hera 村民数死的有点多。哎， Hera 名字改回来了，突然发现啊，他不在，他不叫 Richard、啊、突然想一想，哎，不对啊，他的名字怎么变 Hera？ 所以有观众知道他之前为什么叫 Richard 吗？好，这一波冲进来了，西征第一波先射马弓，马弓直接枪毙了两只，哇，西征很强，马弓数量不够多，射速不够快，完蛋。好，死了一发箭矢，马弓有移动，射不到。好，14只就打得赢了，这里马弓打得赢，上了吧，是我就上了。往前接近，好，开射，
别怂，马弓不能怂，射下去，完蛋，射输，秃了。其实有点五五开哦，看起来有点偏五五开，但尤其是世界冠军这个抖动，让很多箭矢都 miss 掉了。但是八支打九支，但这相同数量来说，牺牲优势还是很大。好，再补一个射箭场，彩能开始不够了。来到游戏时间28分钟，哇，这个开箱，再开，但开箱一直射不中，一定要贴近，又射不中，要开枪了吗？开枪近距离点掉，漂亮，来一支。好，弹道学躲动躲掉，我看到黑老这边一直在抖，一直在抖，射完一发就被抖，啊，一直抖一直爽，啊，真的是有点难受。啊，如果遇到黑老的话，遇到这种会抖动的西战，真的是非常难受。啊，又躲掉了一些伤害，好，血量566，还在骚扰，收村，这一波被打进来，乔治亚不太好受，转战矛了，怎么怂了？不行啊，乔治亚，你这边转战矛啊，没办法，这就是乔治亚的选择啊。转战矛，好，那乔治亚现在没有拇指环的关系，所以要打赢真的是不太好打，攻击速度有点慢啊。好，高打低。躲掉两发弹道血伤害，再射个一发，再走一下，再点掉一只低打高，也在秀，但是有点秀不太赢了，马弓数量还是有点多，12只。战矛兵出来 ，Hira 打算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你玩战矛我就不跟你玩了。好，两边应该会进入开农防守反击的模式。好，奇珍再出来，再变个几只，往前变，突然开走，又突然冲进来，又开始对射。他决定要先跟对方换掉这些马弓的数量。好，这里在抖动，哇靠！这一波抖动打得很漂亮，再抖，又再抖，抖抖爽没？哇，好强好强！这就是世界冠军的操控啊，抖到你心里发寒。好 ，Hera 这边可以点帝王时代了。没意外的话，上帝王时代，啊，还是会走个游侠路线啊。好，马弓来抓个一村，村民数 Hera 是暂时落后。毕竟刚刚被抓了这么多村民，但时代上还按的算蛮快的啊。好，要转马吗？点下了一级射，还是要转战矛兵？对丢，有补射箭场吗？没有补射箭场 ，Hera 还在观望当中啊。马凯也没有补，有可能是先想要转营运路线啊，帝王先上去，然后转营运。哎，射野马，野马是无辜的，干！野马表示干，哇，我只是在这边吃草而已。哎呀，这一坨马弓 ，Hera 真的铁了心要打西征了。我不认为继续打西征是件好事情。好，乔治亚村民数已经慢慢成型了。好，拉了很多村民，想要来前压宝，这边插宝吗？帝王时代上去，西征数量18只，让西征回去城堡里面补血一下。修道院没有捡生物，好，再放出来，好，补了大概一两百多滴的血量，血量来到了1300，有点草药治疗吗？哎呦，难怪补这么快，想要习惯刚不是很惨了。好，现在西征直接上去点掉了战矛兵，战矛兵攻速没那么快，上高地直接枪毙搞定，但这些村民也要被搞定了吗？Hera 完了，村民要全死了。
好惨啊 ，Hera！ 村民炸裂事件，这戳马弓，现在送掉也值得了，杀了16村啊！好，这里盖宝，果然这里还是要盖一根宝，压制，给他更多的压力。OK， 三 TC 帝王怎么还在拉村民在打？可以了啦，不要再拉了。Hera 这边送的有点多啊，死伤来到了快要30村了。好，这边牺牲直接被城堡给逼退。好，这个超派村民最后是没有办法打到太多，虽然有霸权提升了一下防御力，但用村民来打架打马弓还是太吃力了啊。好 ，Hera 现在拿了枪走了进来，乔治亚开始村民有点下降。但是家里有战矛兵，要守住应该问题不大，而且待会还有三级射，射程上来说也没问题。好，这也拉了一些牺牲，但是一下就被马弓给点掉。乔治亚三级射，赶快点，赶快点，缺人喽！好，巨头开始拆家了。好，这些村民还在被拉打。三级射有了，这坨马弓是操控的很好啊！哎呦，这个抖动好扯，连村民都可以抖。好，巨型投石机也来了。Hera 家里现在没有转游侠，西班牙征服者影响力现在比较低落。再点一下，哎呦，一发集火，想要点牺牲，好吧，想要点巨头，这个牺牲有点难受，战矛兵有点多啊，19只啊。好，这一坨马弓已经给到 Hera 到非常大的压力了，一定要解除一下，不然后面经济有点炸了。好，村民数现在是 Hera 暂时领先，乔治亚正面应该有机会反击回去。好，这坨马弓终于要解掉了，西班牙征服者往前。好，轮走技术点下，但是 Hera 村民数还是领先，资源上也是领先的。这一波反击回去，乔治亚打得很好，马弓继续出，不转兵。好，这个送巨头，后面的马弓全部送掉。好，黑娃点下的话，雪儿急射，难道也要转职战矛怪了吗？好，反观是乔治亚这里开始转骑兵科技了。如果西班牙这边转战矛怪，到遇到骑士或莫纳斯帕就不太好打了，还是要转枪兵战矛怪。挡一下啊！好，后面又补了一个强化教堂，二级马凯也点下，巨型投石机居然可以架在家里面，多么安心的感觉啊！在家里就能攻城的感觉真好。好，黑娃这边转大罗马。大罗马配西征，好，神奇要赶快补。哦，先点个砖瓦，二级马凯。好，这是个房子，继续补下。村民收村。好，西征现在打马弓真的有点痛苦，这样还被换掉两只。来了，莫纳斯帕成型了，
开始要量产了。来，木纳斯帕抓一下火炮。哎呦，这里抓掉，直冲农田。这一坨木纳斯帕好像是要送掉的。好，进入木纳斯帕，但我觉得这波送有点可惜耶，不等一下精锐吗？这波送木纳斯帕感觉是个伏笔。好，达罗马开始在量产了，直接吃战矛吗？哇，这个硬吃战矛。好，西征掉的速战有点快，木纳斯帕过来，三级马凯点下，达罗马点不下去。Hera 现在被反击了回来，又补了一根城堡。这里不补城堡，农田就守不住了。好，用罗马去解战矛，西征走掉，慢慢追吧你，我先去前线。那莫拉斯帕又过来，好 ，Hera 村民数已经来到了160村，经济来到了最顶峰的状态。啊，黄金不太够，这块黄金能不能看到？啊，有看到，漂亮了。那莫拉斯帕，乔治尧要赶快把这块黄金拿回来，不然越打越后期，会有断金的可能哦。前面出了这么多的马工，这一块附近还在吃不下来。GG 也是时间早晚的事情啊。好，这一波再拉回来，这一波西征拉打漂亮，这里修堡挖矿。好，直接挖你的附近。好，这面肉马开始把战矛兵给杀了回去。西班牙征服者在高地输出，再打了一波，乔治亚补了一根城堡，达罗马都补了下去，后面西征开枪开得很开心，火炮打了一炮，被穆拉斯巴给收掉。好，现在火枪自由开火，精锐西班牙征服者还没有补下，现在肉全部出给肉马当坦克，坦在前方。乔治亚这边受不了，也想要转大肉马了。那乔治亚变成新一代的马国霸主，也是因为他有大肉马的文明哦。法兰克没有大罗马，而且战矛兵也没有三级射，所以乔治亚确实在后期的对应来说比法兰克更轻松哦。好，上方这里有些村民找个资源想要挖，但上面的野矿早就已经挖完。好，开始转型， Hera 终于点下了精锐西班牙征服者，继续走马上火枪路线。好，过来穆拉斯帕正面突破，这里是22只伤害，加了3点伤害，来到14+5，这一波往回拉，射倒一只，再射倒一只。好，这一波罗马过来扁了一下，再继续往后拉。哦，这个拉打很漂亮啊。哦哟，这个西征已经急杀到67只的单位了。 Hera 这边的西征控兵控得很好看啊。好，村民直接过来是干嘛？想要手撕 TC 是不是？村民多到想要送了，他就表示你杀村民杀太慢了，我直接送给你吧。啊，直接过来！哎，敲木纳斯帕，啊，还不是敲 TC。好，这一波，哎呦，木纳斯帕无双打洛马，很快，近战防御8点，洛马怎么砍都是 ED， 砍不动啊 ！Hera， 洛马砍不动，有什么策略？完蛋，木纳斯帕后面偷戳了。好，这里村民过来直接手撕。不管了，我村民就是能打架，说是能打架没有错啊，但是是不是送得太快了呢？哦，这个箭矢量有点多，20发箭矢，哇，这个机关枪
箭矢数量好多，16只西征在后面帮忙输出。好，再放出来。哇，这里面有20只的西征啊！哦，这是机关枪哎。好，这边带，这边带走。哇，又死了两只莫纳斯帕，好可怕的机关连发。巨头架起来了，有巨型投石机，西征就可以解放一些。好，三攻点下。Hera 还是很有机会的，不是很有机会，还是很从容的啊，很从容，从容还是从容啊，从容啊，日文叫由于啊，由于干奈。好，那乔治亚现在莫纳斯帕数量12只，莫纳斯帕冲了过来，三级的双人锯啊也点下了。现在这个荒我拿了回来，莫纳斯帕已经变成了没有黄金的状况，这就是我们刚刚游戏中期讲到的，这一块矿要是拿不回来，它注定就是慢性死亡哦。好，乔治亚这边要赶快先把三公先点下才行，还有大陆嘛，但他把这边黄金全部再投资到了自己的莫纳斯帕身上，黄金的获取已经没有可能了。Hera 只是则有更多的黄金可以继续用。好，乔治亚这时候他点下首推跟三级攻应该是没有办法了，这时候才点下凉了。怎么看西半征服者都还是比较猛啊，打这个莫纳斯帕确实好用。那乔治亚如果继续走马攻路线的话其实也不会太差，马攻配枪兵对西班牙人这边肉马配西征的搭配哦，也是有很大的压制力的。那我觉得算是乔治亚有点太过于想要走莫纳斯帕这个路线了啊。马攻枪兵配肉马也是很厉害的啊。这是西班牙人不能走的路线，乔治亚可以，但乔治亚却不走这个路线，直接口字形口了过来，直接在你的脸上宝口了一下。我的天！还在口，哇，一直口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哇，这个口字型的西征太强了，直接口烂，说明直接上来手撕，连工程器都不用，就是逼你打架，就是这么简单。OK， 一波带走没问题，这个说明肯定能拆掉。乔治亚打出了 GG， 我们恭喜西班牙人拿下比赛的胜利。哇，这个口阵型。口的很漂亮啊，可以让这个全部的 DPS 分散出来啊！啊，那绝对不是在开车，各位不要误会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西班牙人，经济已经来到了领先12000啊。那虽然只有木材输了，但是食物赢了跨14000啊，超级可怕的经济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。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记得下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各位拜拜。